王治平离婚因素曝光，黄国伦透露与徐怀钰有关联。昨起，黄国伦、徐怀钰、王治平一同录影，图年代提供25804.19。金曲传奇无与伦比同乐会昨19日邀请平民天后徐怀钰录制金曲接班人单元，主持人黄国伦称赞徐怀钰都没有变，徐怀钰幽默回说一样笨。徐怀钰笑称他现在不能再唱我是女生了，黄国伦就建议乃可以唱我是女人啊，徐怀钰更妙回我现在要唱我是女神了。曾是徐怀钰专辑制作人的王治平则透露两人当年合作时的趣事，当时他在美国，徐怀钰在台湾，因为时差的关系常用语音留言沟通，某天老婆打开留言却飘忽徐怀钰慵懒了嗓音，似乎刚睡醒，虽然讲的是正事，但因为口吻太撩人，让他在一旁听得有点冒冷汗。黄国伦调侃他离婚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，王治平则笑回有可能哦。徐怀钰将举办演唱会，图年代提供25804.19。